嗨，大家好。节目一开始呢，先要给各位报告一个，方正你第二首主打歌是什么？简单的一句诶。简单的一句话，简单的一句诶。想听吗？节目最后我们会请方顺吉很认真的唱给大家听，好好的欣赏。第二主打歌，简单一句话，简单一句诶，敬请期待。鬼影来去无影踪，灯火明灭起迎风。又到了每个礼拜一来自冥王星的鬼灯奖。人家说我遇上死劫的时候，哎，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征兆，会讲一些怪话。那马来西亚观众投稿这张照片，想问问这是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小娜老师，因为啊，刚刚在开录前，其实我拿这张照片，我就会手会跟着手的关节会很痛。这是马来西亚的网友投稿来的，那他去拍了一个车祸事故现场，那在车子里面呢，拍到了一个类似人形，所以网友就寄来问说，是不是所谓这就是所谓的死神？借这张照片呼吁所有的观众朋友，交通方面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也是最直接的。还有要小心你们的邻居，就比如说这几天的社会新闻，有突然拿刀出来砍的啦，有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失业，他喝醉酒他就从五楼丢东西下来的这一种，其实都不要当作一般哦，只是不小心丢个东西，都要年关的时候都要比平常再提高警觉。那这边分享师父前几天跟我们说的，今年的幸运色开运色，他建议我们每个人在身上都要有红色或金色。红色，红色，在未来的一年中，我有红色。当然不是说，当然不是说全身都要红，戴满金你就一切 OK。欸、小姐，就是说，比如说 你全身红，再穿高跟红高跟鞋，晚上我们看到你，我们会去烧香，吓坏了。比如说你的发箍啦、项链啦、耳环这种，有一点点红色或者金色，在未来来年都会有帮助你在运势上面的提升，这是师父跟我们分享的。好的，好，来第一棒，简单的一句话，方顺吉。花旦之死。今天呢要分享的这个真人真事的鬼故事呢，它是发生在我一个朋友的舅公的身上。那我这个当然朋友他这个舅公呢叫做阿西舅舅，这个阿西舅舅他本身就是每天都会嗜酒，都会很常喝酒，所以只要认识他的人啊，很多不愿意跟他讲话，因为都疯疯癫癫的。那就话说在三十几年前，有一次这个阿西舅舅他们接到一个 case 要去花莲啊，一个当时名称叫做凤林的戏院演出。那每个人要去之前就知道说这间戏院呢它非常非常的不干净，闹鬼啦的事情很常都耳闻得到。那这个阿西舅舅他本身就是个很铁齿的人，他觉得说啊那都是骗人的啦，就算遇到我也不会怕。那当然他们进去到那个戏院表演的过程当中，常常有人会去跟阿西舅舅说，哎，舅舅，我刚刚去粪坑的时候，因为以前是粪坑，就两个木板下面一个窟窿，我刚刚去上厕所的时候，那个粪坑下面突然跑出一个人头。那舅舅他本身很铁齿的人，他说啊，你不要自己吓自己。那也有很多人哦，晚上睡觉睡到一半，然后看着那个灯泡，哦，会突然熄掉。那工作人员把它装上去的时候，哦，躺着要睡觉的时候，都会看到有一只手出来，嘣，又把灯泡关掉。所以正当他们进去那间戏院，从第一天就遇到闹鬼的事情啊。那故事的症结点就是在说女主角啊，因为那个女主角叫做小楼啊。那那个女主角进去住到了三天四天之后，几乎每天晚上她都会打扮得很漂亮啊。那打扮得很漂亮呢，就坐在窗户旁边啊，好像在练歌，好像在唱歌。每天都唱哦，那唱歌的过程当中还会听到他跟对方闲聊，那所有工作人员都刚开始都会以为说啊，他可能是在练明天要演唱的新曲目，所以也不以为然。但是这种情形一直过了四五天之后，工作人员发现说，哎，不对呢，他所演唱的歌曲跟他明天要表演的歌曲是不相干的，那就有人跑去跟阿西舅舅说，哎，那你的小罗姐哈，
怪怪呢，好像怪怪的，是不是卡到音啊？那个阿西舅舅，因为他跟那个小罗姐，他已经共事哦，表演过很多场次了。那个阿西舅舅就跟那个工作人员说，不用理他，因为这个小罗姐呢，她本身的灵很弱，大家都知道啊。她就是那种很特殊的灵异体质，不要说今天来花莲凤林这个戏院去卡到音，是几乎她出去表演，不是被鬼压床，就是哦啊鞋子会被弄不见，她常常遇到鬼，所以习以为常就好了。那突然有一天，这个阿西舅舅喝了酒回来了，浑身都是酒味。哦，那次回来也大概是半夜了。那个阿西舅舅他就觉得很气啊，虽然我只是个工作人员，啊，虽然你是女主角，但是你这样常常半夜练唱歌不睡觉，去影响到其他的工作人员，这样也是不对啦。哦，所以那个阿西舅舅他就很生气，就跑去那个女主角住的那一间房间，叩叩叩叩叩叩叩，要进去。哦，骂那个女主角，就门一打开之后，后来他们说阿西舅舅他就不哦没有意识了。好，那门一打开之后，那个阿西舅舅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进去就开始掐住女主角的脖子。那隔壁间的工作人员听到女主角在惨叫的时候，就赶快跑过来要去营救那个女主角。可是他们进去那个门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阿西舅舅已经拿一把水果刀，将往那个女主角心脏已经刺下去，已经刺死那个女主角。那除了刺死那个女主角之外，两个乳房都没了。这大概30年前在花莲凤林戏院那边的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个真人真事。那后来呢，所有人都以为阿西舅舅是酒醉发酒疯，然后阿西舅舅也被法办，法办关了二十几年。那等到这个阿西舅舅出狱之后，也大概快80岁。那他80岁出狱之后，他只要遇到人，他就是一直要解释这件事情，说我没有发酒疯，我不是因为喝酒才杀死人。那所有人都觉得这个阿西舅舅关太久，已经疯掉。那到最后呢，这个阿西舅舅就郁郁而终，就死掉。那有一天呢，他的晚辈，他觉得说，再怎样哦，如果有机会的话，是不是我们再专程去到当年舅舅表演的那个戏院附近，去把这件事情了解清楚，看那家戏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他们的家人就真的专程跑到花莲凤林这个地方去问了很多人，说，哎，这间戏院以前发生什么事情，你们知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哦，因为呢，问了很多人，到最后问到一个当地的老里长，才知道说，原来那间戏院的前身是一个兵营。哦，那个兵营之前有在他们当地老一辈的人都知道有发生的一个阿兵哥举枪自尽的事情，那就是一个兵变。啊，那个阿兵哥因为女朋友兵变，然后那个阿兵哥举枪自尽。那自尽之前有3-4个同好，为了要保护他，不要让他自杀，他当场射杀了3个人，射杀了3个人之后，他最后这个被兵变的阿兵哥又举枪自尽。啊，所以当那个他们的家人去问那个老里长的时候，他老里长说，那就是有可能哦，因为你舅舅哦爱喝酒啊，因为一般人都知道，人只要有喝酒的时候，灵会比较轻，很容易被一些孤魂野鬼啦附在身上。那有可能就是因为你舅舅喝酒灵比较轻，被那个自杀的阿兵哥的灵附在身上，他又怨恨那个女主角，因为他是受到兵变才自杀的嘛，所以才会用水果刀刺向他的心脏刺下去，然后把他的乳房。哦，所以那个老李讲说，有可能你舅舅真的是被那个阿兵哥附身卡到。可是最恐怖的还不是这样，讲到最后跟那个老李讲在聊天聊到最后，才知道说，原来那个阿兵哥兵变的女朋友跟那个死掉的女主角都叫做小罗。哎呦，这个算是真的真的，对，真的真事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点错乱，怨念吧，我觉得那是怨念。对对，怨念，然后可能，小罗，你还好吗？小罗，小罗，小罗之前可能已经被影响，对，他已经，可能就是那个阿兵哥，因为喜欢那个女主角，所以想把她留在身边，对，已经开始影响，然后又刚好叫做小罗，然后刚好那个谁，那舅舅回来又喝酒，又喝酒，干脆就一次，对不对？请坐。来，请问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什么？
这个 A 先生呢，因为他觉得他最近这就像人家说是人生十年一个大运嘛啊，那他在觉得奇怪，他这十年当中就非常的不平顺，嗯，因为他可能因为生病，所以他没有好好上班，所以工作就不顺利，所以钱的来源就没有很顺。那为什么他不工作就没有钱？因为他做的是房仲业，哦，那在他觉得在这个十年当中呢，事业不顺利，财源不好，然后自己又一直生病，一直就大刀小刀这样一直开，开到他自己人都变得很虚弱。他最近呢，好像这医生又说他是急性的像肝硬化这种，所以呢，他要等着换肝，因为整个人都变黑了。如果不换肝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再活下去。对，啊，他就没有，反正就没有办法活下去了。那要等换肝，要等匹配的上等嘛，还有或者要捐。要合的要捐肝的人，可是因为就很心急如焚，你知道吗？那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一天，他的朋友就跟他介绍了陈老师，他就想说啊，就去试试看吧。好，他就去找妈祖娘娘，去陈老师这边。那呢，在这个陈老师跟他看的时候，就问他说：“那你的工作是什么？”他就讲说，他就是做刚开始他就很简单的讲说他做房仲嘛，那人家就以为他只是买卖房子，那就想说买卖房子怎么会，这人有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仇恨哈？那陈老师告诉他说，这十年他为什么一直生病，为什么都不顺畅，是因为有一个这个人，他说他是他的祖先，他说这个人是祖先跟着他。那想说奇怪，我的祖先跟着我吗？我的祖先不是应该保护吗？我妈为什么要让我这样不顺畅？对对对，是不是我没有把祖先拜好？我们家都有叫 K 刚这样做啊，不会这样。他说，看起来不像你的祖先，应该是别人的祖先。怎么会被别人家的祖先给缠上呢？更多惊悚故事马上回来。他说他是他的祖先，他说这个人是可能是祖先跟着他。那想说奇怪，我的祖先跟着我吗？我的祖先不是应该保护吗？我妈为什么要让我这样不顺畅？对对对，是不是我没有把祖先拜好？我们家都有叫 K 刚这样做啊，不会这样。他说，看起来不像你的祖先，应该是别人的祖先。他说你是不是？他说你一定有一次跟他结了很大的冤仇。他说你什么时候开始的？啊，他就说他在几年前是什么？那才慢慢的推算出，他才自己想起来他到底曾经做了什么事。他说呢，在以前他是做就是说土地买卖，那现在叫都更嘛。那但在早期的时候，不是都更，就是没有这个名字叫都更。他们就说哦，这块地旧了，上面都是一些破房子。对，那那个地主就会把旁边的买就是建商会把旁边买下来。那中间可能有一些住户，他们就会请这些住户搬走，或者是把房子卖给他们。好，那就把整地，然后就盖大楼啊。以前是这样。那他呢，就是做这样的房地产的这一类房地产的工作。那他说，在八年前他有处理过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在这一批，他把这个房子都买下来，屋主都卖给他，但是其中有一户，这个屋主是把房子租给别人住的。那这个房子已经很旧了，而且是平房，那租给人家住，显然租金不是很高嘛。那会来租这个便宜房子的租户，他的环境一定不是很好啊，经济状况可能也不是很好，所以临时叫他们要搬家，他可能真的不知道该搬去哪里。对，因为他是租户，他不像说他是房子的所有人，今天我卖给这个建商的话，我可能有一笔钱，那我可以去安排我后面的生活。可是这个租户他并没有拿到这一笔钱，对，他没有办法去安排他后面，那怎么办呢？他就说，哎，我们现在都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也不知道搬到哪去，因为他在这里租这个房子已经租了20年了，所以他怎么都没有想到会突然这个房子说要卖给别人了，要叫他搬家。那他也很苦恼，他要怎么办？那他们就没有搬，就大家都搬走，就剩这一户。可是对这个建商来说，他们就叫钉子户嘛，他们会认为他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企图，要什么，就派这一个这个 A 先生，就是这个这十年大运很不顺的这个 A 先生，就回来
就他是来处理这一块，负责这一块住户的，他就回来跟他谈说，你要赶快搬走啊，不然那个我们什么时候要动工？你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强制拆除。他也去法院申请了强制的拆除的这个命令，叫他们一定要马上搬走。那当然，这个住户住在里面，他很无奈。在最后一天，他们要来强制拆除的时候，他们还在里面，那怎么办呢？那这一个 A 先生身体不好，这个 A 先生他认为说，我就是来执行命令嘛，他就去他们家，然后就大家工人就进来帮忙，把他东西就搬出去就对了啦。连他们供的祖宗牌位，他也给人家搬起来，就一起扔到外面去了。他说大概只有这一件事情让他会，从那件事之后，他就开始变得很不顺利。那陈老师跟他讲说，这个祖宗说你们欺人太甚呐，好，说你们欺人太甚，在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强制的把他们搬出去，而且很没有礼貌，没有请示，没有拜拜，没有什么，他让他的一家人到现在都居无定所，然后还是日子过得很苦，这个祖宗就很不甘愿，所以呢就一直跟在他的后面，然后就一直在整他嘛。后来陈老师跟妈祖娘就跟他沟通说啊，那这样他也如果以他的立场来说，他也只是执行公务而已，那你也不用太为难他。那这个其实当然你也有你的委屈，好，那他也有他的委屈，就大家看怎样把这件事情摆平。那你也整了他这么久了，现在已经到最危急的时候，你既然你已经有这个机缘出现来妈祖娘来这边协调，那是不是你也应该要放下？不然你一直跟着他，你也不好过嘛。这个祖宗说他也不是为了钱呐、啊，只是因为他们都认为他们是钉子户，可能就是要钱，让这个祖宗更生气，他觉得你侮辱了我们的人格。好，他说他们也不是要钱，但是就是要他要做善事，叫他给他办一场法会，给他道歉，让他超度之外，还要捐钱去哪一个地方，就是要有那个捐钱的那个，类似像社福机构，对对对对对，捐去什么低收入就对了，对对，低收入户的那个社福单位去捐多少钱，这件事情才能够平息。这个 A 先生呢，真的也是很诚心认错嘛，就照他说的帮他办了一场，然后去捐了几百万到那个社福机构去，一个月之内真的。到快要待三个礼拜之后，就像妈祖娘娘之前说的，一月之内你会有贵人出现。三个礼拜之后，真的他的肝就有人跟他配对成功，他就可以去做手术，最起码要继续活下去。对，就让他可以继续活下去。他也去捐钱了，他也被折磨了十年。对，付出的代价也够。对，要对别人还是要尊重。反正就是自己觉得不好的事情，别人一定更加觉得不好，对吧？好的。接下来，下一头嗜血的红外套。我今天呢要讲的这个故事，是我几年前认识的一个朋友，她是一个女生。那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她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然后很热情，然后非常热爱冒险，就很爱出国去玩啊，然后呢也非常喜欢收集一些二手啊古董啊这样的一个女孩。见了一次面之后，我们在下一次碰面大概有两年的时间。那因为刚好我跟另外一个朋友还有这个女生，我们都在台湾，所以我们就约出来吃个饭。那他一出现的时候，我就跟我朋友就吓了一跳，因为他是一个其实蛮热爱运动的女生，所以她穿着就是蛮休闲的。但那一次他的出现，他是染了一头红发，然后擦红色眼影，然后红口红，然后指甲油也是，然后裤子，然后皮外套、鞋子全都是红的。所以我们就问他说，哎，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主题啊？你后面又要去哪里？是不是有什么 dress code 之类的？他说没有啊，你看我就是这件红外套，就我很喜欢这件皮衣，我是我去意大利的时候我在一间二手店搜到的。他说我就觉得这件红色的皮外套，它就是要穿整身红来衬托这个外套才有那个气势。那我们就摸了一下那外套嘛，就质量也还蛮不错的这样，但因为那是每个人服装品味本来就不同，那我们也不方便多说什么，就好好好。但更妙的一点来了，就是他不只喜欢红色，他连吃的东西他都要红色，例如前菜就是会有沙拉呀、啊，
他就跟店员要了一罐那个番茄酱，然后把番茄酱整个挤得铺得满满的，就是一盆红红的沙拉。然后他说他的那个牛排，他说一定要带血，他说我一定要大概三分熟，我要看到有血，我觉得那样比较好吃，肉质很嫩。然后要喝红酒，要喝红莓果汁，反正整个吃的嘴巴都红红的这样。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就是跟平常我们之前看到他很不一样，但是也说不上来。虽然就是只是吃，要挑红色的，穿着红色的衣服，但其余都还蛮正常的。所以后来就哦，好了，那天还是聊得很开心，然后我们就结束了当天的晚餐的聚会。那大概那一次聚会之后，过了有半年的时间，我接到了一通电话，是他姐姐打给我的。问了我一些我那个女生朋友的状况，就是，哎，你有没有最近有跟她联络啊？你知不知道她是不是有什么压力啊？还是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我妹妹她从意大利回来之后，她的性情变得很奇怪，时时刻刻都要穿着那件红色的皮外套。前几天就是这个女生，她发就是有情绪崩溃，因为姐姐就是下班回家。就听到这女生在房间里面大哭大叫，她冲进去房间，就看到她在自残，整个地上啊都是血这样子。她马上冲过去，她说我去阻止她，但是她力气大的就是她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阻挡，反正她就想说她身上都是血，她一定要先赶快帮她包扎，然后赶快送到医院。但是他要帮他脱那件外套的时候，这女生力量更是大，就说你不要碰我，你不要碰我外套，我警告你，你敢脱外套，我现在就死给你看，就一直在唠狠话。那因为他的情绪真的起伏太大，太激动了，那他也就作罢，想说赶快就带他去医院嘛。那不只是这样子，而且他甚至是开始挑食，只吃红的，到后来是什么东西都不吃。那他就一直很想知道说妹妹是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开始逐一就是问他身边的朋友，所以我们就开始找他的脸书，就找说哎，之前跟他一起去意大利的那个朋友的联络方式，我们就开始找，因为想说会不会去了什么不该去的地方，就也找到了，然后也问到了那个跟他一起去的同事，那他朋友就说没有啊，我们去的景点其实都非常正常，就是一般的观光景点。但是呢，我真的很意外他竟然会买这东西。我们就说是什么东西，他说就那件红色的皮衣外套啊。我说外套怎么了吗？他说那外套是他们，因为他们就很爱去逛一些二手店古董店，那一件外套老板说是当时在几世纪前就是一个在一场战争，然后他们一件留下来的外套，而那个外套是在当时某一个贵族，他非常追求，就是穿起来要质感很好、很舒服的衣服，所以呢，他在趁着这种战乱的时候，他就绑了很多奴隶的小孩，用他们的皮做下来的外套，是皮外套。然后我们听到就整个就发麻，想说。那个外套，因为你就开始联想嘛，他开始都不脱外套，然后开始有这些很精神很错乱这样的状况，我们就决定说好，那隔天就要带去我朋友，他说他认识的一间就是一座庙里的师傅要去找，就是要去找他。那后来就带去的时候，我们根本就还没有跟就是师傅碰到面，就只是这样迎面这样走来，那师傅就很大声讲说，哇，你们阵仗好大哦，带了12个小朋友。就是说后面跟着12个这样子跟着过来，那个姐姐听到就崩溃啦，就说你要救救她，因为当时我那个女生朋友的状况是已经就是因为她都不吃饭，她的那个免疫力系统是整个已经完全下降，是很危险的，那就是说要救救她，她就说可是感觉看起来已经是跟着非常久的时间，然后他们怨气非常重，那我就是试试看了，没有办法，就只能尽力了。那一样就是那时候就是师傅就开始做法嘛，然后还印象深刻，就是说拿沾了鸡血的那个木剑那样在做法，然后我就看到我那个女生朋友就开始一脸非常的痛苦，就是说很痛很痛，我觉得外套要把我吃掉，我的身体很痛很痛。那到整个做法就整个做完了之后，这个我那女生朋友也整个虚脱，就是倒在那里。那后来是师傅把外套脱下，
然后我们就立马带这个女生就是送急诊。那我这个朋友就是她躺了2个礼拜，后来是器官衰竭就走了，她还是走了。那个师傅就讲说，就是抢魂抢不到啦，就是后来没有办法了这样子。所以这是我的噬魂红外套的故事。是啊，其实我们常常讲啊，就是出国哈或出任何地方啊，嗯，这个在买东西的时候真的稍微小心一点。真的，因为古董这个东西啊，真的是第一个我们没有特异功能，第二个我们也不知道它的来历，你真的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对，你现在看穿这个皮，哎，这个是人皮外套。人皮外套，而且他是听了这个故事，他觉得这外套一定要买，这个故事太酷了。他执意，那个女生当时是执意要买的。大家我听到这个故事，我赶快给老板一巴掌，这种东西你还买？真的，害死谁啊？对，他说那件外套还是只是其中一件而已。是其中一件而已。意大利人，大家去意大利人带佛珠，看到这种人就拿佛珠丢他。来，红外套的故事，比较恐怖的，请亮灯，1、2、3。好，亮灯的家伙都有红外套。哎，你这件是？啊，不是，这是真实的，不要害怕。来，换位。是人皮故意做成针织的。灵异大问号，哟，这个礼拜有什么投稿的？哎呦，一个网友，他的朋友呢要住这间房子，缺了一个室友，所以他就问他说，他说，哎，我缺一个室友，你要不要来跟我凑一咖，我们一起合租这间房子？可是因为这个网友他有一点灵异体质，所以他就请他的那个招租的那个朋友拍了一下门口，他光看照片他就觉得。门口好像有一个飘在半空中一个雾雾的人影，所以他就寄来说：“小老师，请问我适合入住吗？”我建议你的朋友另外找网友，或者是他的朋友。那你的部分你就自己看一下照片就好了。哦，你就别去了啊。对，解释了别去就别去了，干脆别去了。你就跟他讲说：“还好哈。”挂掉。不要这样，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不见得是房子本身的问题。其实因为灵异体质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光芒跟气场，他们会知道是体质会吸引，有的时候不是地点的问题。是，对，所以有很多错误的观念会搞混，说这边出现那一定是这块地有问题，其实不是的。来，欢迎苏一金。禅有话说。今天要讲的故事呢，是一个好朋友，退休的警官，他说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在执勤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这个警官呢，他叫小陈。那他那时候刚开始做警察的时候呢，每天晚上几乎都会接到电话，就是同样住在对户的两户人家打电话来说，哎。对方的家里好吵哦，不然就是车子乱停，就不晓得为什么这两户人家就是怨恨很深啊。然后有一次他就听到他的前辈讲说，他这两户人家呢刚好又在夜市做牛排的生意，那为了抢生意呢，常常嘴巴很臭乱讲话，所以就常常就争执这样子，就这样子吵吵闹闹大概半年多之后，有一天呢有一个邻居就打电话来说，哎，我好像又听到，就是我讲一号跟二号住户哈，我好像听到那个一号住户又在吵架，是不是他们两户人家又在吵了？你要不要过去看一看？他就去了，结果住在一号的这户人家，他就发现到，哎，那个老板怎么死在自己家的客厅？他觉得他的嘴巴很奇怪，好像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撬开，然后这个整个瞎了就掉下来，有点半掉，可是因为是肉卡在这边，然后全身他都是伤。最可疑的就是二号，住在二号的人家，他说那天我都不在啊，所以你们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所以这件事情就很难调查。然后再来就是调查报案的那个大姐住在楼上，他说你到底那天听到的是什么状况？为什么打电话？他说那天我就听到好像一号的人家又在吵架，又在跟二号吵架，可是他也在做他的事情，可是他突然就听到一号人家就这样啊，
就大喊了，然后突然就没声音。或者你很会喊，真的，丹田真有力。然后他就觉得说不对啊，我还是要叫警察去看一下，他的直觉。然后那天那个警察来了，看了整个状况之后，他发现到住二号的也没有嫌疑，那五楼的大姐她只是报案而已。那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要调查这样的事情，真的是找不出来原因。结果发生命案不久之后，大概过了几天，怎么二号人家就打电话来了？他说：“我觉得一号人家好像有人闯进去，哎，是不是小偷啊？你要不要进去看一下？”他一去的时候，他就把铁门打开，他看没事啊，然后他正要转头又要走的时候，结果他突然就听到有一个东西从上面掉下来，然后他就吓了一跳。他一转头的时候就发现到是一只铲子，就是我们种花的那个铲子，它是这样盖起来的。可是那个铲子呢，即使你掉下去，它顶多就是晃一下，可是是铲子一直左右边的晃，我就觉得好像有一股很特别的力量，就是让那个铲子这样一直抖，一直有那个声音。他就觉得有点毛骨悚然，他要往回头走的时候，突然那个铁门就整个掉下来，就整个盖下来，他就发现到，哇，怎么里面都这么漆黑这样子？突然他就觉得，哎，后面冷冷的，在往回头转的时候，他发现到那个铲子的上面就浮出一个，就半空中，然后有一个绿色的青光的那个影子，然后慢慢就浮现了一个脸，原来是一号的老板的脸。那老板他的眼神就很哀戚，然后他就看到他一样啊，就是脸青，然后眼神很哀怨，然后整个嘴巴就快掉下来，然后突然他那个头就往自己这样飘过来，又叫了一声啊，结果那个警察他当下真的吓得他们讲的屁滚尿流，结果他就蹲下来，他想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结果他就微微的闻到一股恶臭味道，他心里想说，他这个案还是要办下去，就要慢慢的把眼睛张开之后，哎，那个人头不见了，就看到那一只铲子，他就把那个铲子顺手就拿了出来，然后就走到二号家门口，然后刚好那个老板就很紧张打开门，然后他也很沉默，就觉得他的脸不太对劲这样。二号老板的神情似乎藏着什么惊人的秘密，稍后告诉你。就看到那一只铲子，他就把那个铲子顺手就拿了出来，然后就走到二号家门口，然后刚好那个老板就很紧张打开门，然后他也很沉默，就觉得他的脸不太对劲这样。然后小陈就跟他讲说：“哎，那个房子没有问题啊，你还有什么事情吗？”就他就发现到那个二号的老板怎么都不讲话，而且很紧张，他要讲话又讲不出来，他就发现到说，他的舌头好像他们讲的两个舌头被切，嘿，有点裂开这样子，他就觉得很奇怪，他想说是不是我看错了？可是他又再一次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当二号先生他要回答的时候，他觉得哎，他为什么嘴巴好像含了一颗卤蛋，讲出来的话不是很清楚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哎是有蹊跷，他顺手就把手从后面的那个乔治把它拿出来说：“这应该是你的吧？”他马上看到这个乔治，他吓都吓死了。他说：“对不起，对不起，不是我做的，对不起，我不。”就整个脸色发白，就整个人都跪在地上。他原来就知道说：“哦，原来是这个二号的先生，他涉案。”然后原来他带回去警局询问的时候说：“当天他为什么讲他不在现场，是因为他跟他一个好朋友。”刚好做保险的，谈论到他跟隔壁这个先生发生到这些争执，他就想说，不然我们来弄他好了啦。你做保险的哈，那你去找他弄保，就是
就是要保险这样子，然后我们来做这个案，我们共同谋这个财这样子。然后原来他那一天不在现场，就是他的那个做保险的业务，然后就从中间哎把他改了名字，然后他们两个就共同谋财这样子。来，其实这个故事很恐怖的，请亮灯，一二三。那这两个好人，来坐一坐。电梯里的求救声是他。要讲的这个故事呢，也就是大家都会有经验，就是坐电梯。嗯，这个是发生在我一个朋友的身上。那他平常呢，其实就是一个健身教练。但是呢，他很习惯，就是说他只要一休息，他就不出门的，他就待在家里面。那他住在一栋公寓的八楼，那他的刚好有一个同好，一样也是一个喜欢健身的一个朋友，住在他们那栋公寓的三楼。那有一天呢，我这个朋友呢，这个宅男就在家里面的时候在看电视，然后顺便就要做那个仰卧起坐啊、伏地挺身，然后边看电视就觉得哎。怎么他们的住家楼下非常非常的吵，然后他也不以为意，就继续看，然后这个时候就听到那个什么救护车啦、消防车的声音就来了，然后声音越来越吵，然后还有好像也有警车什么的一堆这样，他就觉得太吵了，影响到他在看电视、在看影片的那个效果，于是他就把窗户给关了，他也没有探头下去看，他就把窗户关了。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他就传了一个讯息给他三楼的朋友，就说啊，我现在马上下去找你。然后呢，他传完讯息之后呢，他就出了门，然后就到了他们那个电梯。那他们的电梯呢，就是左边一台电梯，右边一台电梯。于是呢，他就同时按了。然后左边的这台电梯呢，就噔，就那个声音就上来了，就往上走了。那右边这个也就上来了，这样。可是呢，左边这个电梯呢比较快，它上来了之后呢，它就停住了，到八楼它就停住了，然后呢门就一直没有打开。后来呢，这个右边的这个电梯呢就慢慢从七楼，然后要跳到八楼的时候呢，哎，左边的电梯门就打开了，然后他想说，哎，既然打开，他就进去。进去之后，他就按关门，然后按三楼，然后电梯就啊往下降，降到三楼的时候呢，奇怪。电梯门呢，一样没有打开，他就在里面等了一会儿，怎么这电梯门跟刚刚在八楼的时候电梯门就一直都不开了，他就觉得很纳闷，他想说那算了，他就再回八楼好，他就按八楼，然后呢电梯又往上走了，然后到八楼停了，停了之后呢，一样电梯门没有打开，他就在里面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一直门都不开？这个时候呢，那个电梯就突然。就停住了，停住之后呢，灯也熄了之后呢，整个就很暗嘛。然后他就把他手机拿出来，然后呢，刚好电梯里面就是可能某家电信那个电信台是收讯不好的，所以都没有讯号。然后他就只好把那个他手机里面的一个功能，就是有手电筒，就把它打开了。打开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紧急呼叫的那个呼救的那个钮，他就按，然后就按，按按一直按一直按。然后后来对方有回应了。他就跟对方讲说，我是在某某大楼哈，然后他的电梯呢坏了，就突然有听到一个女生的声音，然后是非常非常微弱的，然后就是讲说，哎，我被困在电梯里面了，快快快救我，快救！又有一个地方的电梯故障了，然后有一个女的被困在里面，他心里面是这么想，然后他就说，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的电梯困了，那你也被困在电梯里面，你不要紧张，那一定会有人来救你，然后他就说快点救我，快点救我，我有那个幽闭恐惧症这样子，我很害怕，快点来救我，现在又没有灯了，快点来救我，然后就在那里面就一直在叫说救命救命救命，那我这个朋友呢就想说奇怪。怎么会这样子？然后他越叫他越害怕。后来呢，那个女生的声音不见了。然后呢，那个对讲机，他在跟对方讲话的时候，他就在跟另外一边讲话的时候，对方也没有任何回应。然后对讲机也坏了。他这个时候正在纳闷，他就把那个手机啊含在嘴里，因为有灯嘛。然后他就因为他是健身教练。所以他就用手想要去把那个门扒开，那扒了很久之后呢，他终于把那个门扒开了。扒开了之后呢，他发现呢，
里面的门打开了，外面还有一个门。嗯，然后他想要去扒那个外面的门的时候呢，他就听到，哎，有一个很微弱的一个女生的声音，救我，救我，救我。然后这个声音越来越大声，他就发现是在这个电梯里面。然后呢，他就慢慢的转头呢，然后那个他手机上的那个灯呢，不小心就照到了那个，就发现有一个女生穿着一件牛仔外套，然后披头散发，头发很长，然后就蹲在那个角落那边，救我，救我！他就很害怕，就说，刚进来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啊，怎么现在有了呢？然后整个电梯呢就变得很冷很冷，他的呼气呢都有雾气，他就赶快吓得要死，他就赶快去扒那个外面那个门，然后在扒了扒了扒的时候呢，就发现，哎。有人来抓他的脚，天哪，他的指甲，那个女的指甲就砍进他的肉里面，然后就这样抓的，他就吓得要死，然后就这样踢他，然后就这样扒，然后好不容易把门扒开之后，他就冲回自己的家里面，然后呢坐在客厅，他在想说到底刚刚发生什么事，然后他就传了一个那个简讯给他朋友，就说有一些事情他不下去了。然后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他的脚非常非常的烫，然后很痛，于是他就到厕所里面去冲水，被抓的那个地方会有那个血啊，就慢慢的渗透出来，于是他就涂了一些膏药，然后就躺在床上翻来翻去都睡不着觉的时候呢，在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嗯，睡着了之后呢，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他又在那一个电梯里面被困住了，然后他一样在那扒那个门，这个时候那个门是完全没有办法让他扒开的。电梯里求救的女生到底是谁？这里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更惊悚的还在后头，千万别错过。女生的声音又出现了，你为什么不救我？你为什么不救我？然后非常非常生气，就跳到他的背上，然后就用手去掐他的脖子，这样一直掐着他。然后这个男的就快要没有办法呼吸的时候，整个电梯就往下掉，掉的时候就砰一声，他醒来了。哎，他从床上跌到地上，然后跌到地上的时候呢，他起来就看到他床上里面有几根长的头发，他就觉得很纳闷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于是他二话不说，他就到了三楼，用走楼梯的去三楼找他朋友。然后呢，他朋友在睡觉嘛，他醒来又说什么事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他今天发生了这个事情，而且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奇怪的梦，而且他在电梯里面受困。然后他朋友就说，你都很宅嘛，你都永远都不出门的嘛，就是昨天下午啊，就为什么会有那么吵的声音？有救护车啊，有警察啊，有救火车、啊，就是那台电梯是坏掉，左边的那台电梯是坏掉的，然后有一个女的困在里面，因为她有幽闭恐惧症，所以她还没把她救出来的时候，她心脏病发，然后就死在里面了。那当然，大楼管理员只会贴那个通告啊，就是这台电梯不能坐的通告，然后这台电梯是被锁住了。那贴那个通告的时候呢？公告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贴在一楼，他不会每一层都贴，所以你完全不知道。他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哦。”从此之后呢，我这个朋友都不敢坐电梯，他就走楼梯。但是呢，他那几天他就觉得他背部很紧很重，他就觉得好像有人，他好像背着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在背上，然后非常的不舒服，然后那几天的精神也不是很好。那三楼的那个朋友就跟他讲说，那要不然我就带你去宫庙化盖这样子。然后把他化盖之后呢，那个宫庙里面的人就跟他讲说，因为这个女生呢、啊，她往生在这个电梯里面，然后她觉得这个男的既然进了电梯，为什么不救她？就有点错乱了。那个女的有点错乱了，所以就把那个女的给渡走了。而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多爬楼梯哦。你的故
事都有那个景，对，不一样的警示的一个东西。爬楼梯对身体也比较真的真的，但是呢，我们下个礼拜就会带来楼梯间的故事。楼梯间也不能走啊，楼梯小心撞墙。来，觉得这个故事比较恐怖，请亮灯，一二三，来颁奖。讲厉害，看星星旺运罗盘哦，一看你就知道你的财位在哪里，旺位在哪里。但是呢，温馨小提醒，当你拿这个的时候，中间罗盘呢不正常乱转的时候，快跑！谢谢。真的乱转，对不对？这是要讲的哈。来，接下来我们要请方胜菊为我们唱简单的一句话。一句话，你好吗？过去甜蜜的记忆，就予伊留伫过去。简单的一句话，你好吗？想起曾经的甜蜜。